哇，处死了一个官直员，接丢了两张桃子。他也不想傻了，他也觉得活着没意思啊。我明明说的我没有买了一套啊，对啊，那我不知道啥意思，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？我没有买了一套，我不想理解。他姜维可能觉得自己死了，二张可以多打一打别的人吧，反正觉得自己可能扛不过二张那个地方。张飞吐，哇，又开始人杀了。可能买了一栋。姜维主将有用啊，多一血。姜维主将是可以多一血的，姜维副将的话只有一血，很蠢。很多时候多一血比你多一个技能还厉害呢。对。就国战生存能力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四倍四的姜维放主将，然后四倍四的邓艾放副将呀。副将可以关心看上磨牌，你命都没了，你关什么心？得活下来才能关心啊！著名解说加菲岩说过一句话：“站着的才叫 GPS， 死了的那叫尸体。”对啊，你命都没了，你关什么心呢？就国战生存能力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吴国加强了很多呢？因为吴国生存能力变强了，有孙坚，有周瑜，有周泰。嚯，周瑜防止误伤也开始亮出来了，这是要亮的，不然我不要上揍死我这些。吴院长说，大概收到贵州电网的短信，说贵州电网故障了，在抢修，我不知道想说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房子在贵州。哎呀，我为什么要接这个话呢？哎呀，又刺痛了我这颗贫穷的自卑的心啊！我还想了半天什么意思，我仔细想，他作为一个四川人去贵州买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不是一套房子啊。曹操什么时候两点五血了？哦，你是说曹操可以改成两点五血是吧？我觉得魏国不是，魏国两点五血真的好强啊！魏国两点五血有点太过分了，我都觉得两点五血的孙坚很过分了。曹操如果两点五血真的太过分了，既然过分就大家一起过分吧，有点过于过分了，既然要过分那就贯彻到底吧。武根天说我一套没买啊，其他全部买了。哎呀，不要跟他聊天啊！我，哎呀，刺痛了我。二张又要开始凸起来了。不过还是很感谢武根天，说据说准备给我一个显卡，不是声卡，据说准备再借我一个声卡。国战有没有无血组合？没有的呀。没有，关羽、吕布。孙坚、关羽，二张真的是打全场。这二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虽然可能和显卡差不多，什么叫显卡差不多？他的意思就是给你买的声卡跟那个显卡的价位差不多。哦，很正常，我觉得。人家武根天一是有钱，二人家是学音乐出身的，那我觉得显卡的品味肯定不能差，对不对？他买的显卡我还是十分信任的。首杀都出沙漠科了，我操，还有鲁肃呢！我的天哪！我的个亲娘哎！初五写不开局就被击毁。哎呀，有点惨啊！哇，三个五，但是这五我还是看看贾诩能不能秒了。贾诩赶紧秒人吧，赶紧把这个鲁肃打死，还有机会。这个周瑜，而且要注意啊。还哦，不行，这个地方孙策要给鲁肃扔一波牌。是一个副将周瑜啊，这很恐怖的呀、啊。
副将周瑜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主将他有可能是一个小乔，有可能是一个周台，但是说实话，不会是小乔吧？三号明显无我，因为被打亮了嘛，是。哇，刘备赶紧给贾水国排吧，搞起来，搞起来，搞起来！啊，刘备是不是张飞？扑起来！哇，还没见。你录像了吗，胡叔老师？录了呀。那个孙权明显跳过舞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是说给二张扔过牌吗？好，大家都给二张扔过牌。大家都扔了，贾诩也扔了。我张飞死了，那就没有厉害的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地方张飞死了，我就没有厉害的了。刘备就陪张飞特别厉害。不是，来马超或黄忠也行，马超黄忠的话可以强中那个鲁肃。张飞绘图转身，刘备不能激将吗？他不是主公，这里面没有主公。看贾诩田丰能干嘛？贾诩为什么要亮田丰呢？好奇怪啊！不是老刘备啊，这个刘备是借刘备。现在的刘备还是一个知己犯侣之辈。这是啥啥？知什么？棋。知棋什么？犯侣。犯侣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呀？就现在刘备还不是一个主公嘛？哦，就卖鞋的刘备是吧？你的意思是？我就是随便回答他一下，因为他说刘备没有主公气嘛。我听不懂，就卖鞋的刘备对吧？就贩侣。对对对，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他还是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，不是一个主。不是主公的刘备，所以他不能激将。哇，你们文化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呀。您别这么说，我害怕。担不起，担不起，我不是文化。我真的是一个说话像。哦哟，这个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刘备，那知棋犯侣一个。没有用啊。九杀过刘备，九杀过家吧，要不然真的。我不开玩笑，九杀国家挺好的。九杀国家让贾诩爆发一波。这孙权死的这边不冤啊，你死了之后都快赢了，对啊，对啊，都啥事也不用看，对吧？就要赢了，版本之子啊，真的是。三对三确实打不太过呀。版本积极，积极积比。开始决斗刘备了，他还是不想先打田丰，因为说这边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去刷国家的武将啊，就过了，还是有机会的嘛。看这个吴国看起来很厉害，一个装备没有，都是些杀杀闪闪。我的天哪，这贾诩手上有张南蛮入侵，还真的挺有戏的。是吗？真的有吗？有的。哦，啪再贴一下，把鲁肃打死，啪再贴一下孙尚香。韩冰剑准备打谁呢？他决定韩冰贾诩吗？哦哟，九啊杀！哇，那你应该先红杀吧？这先红杀好一点。然后继续给二鲁肃扔牌，但我觉得贾诩找个机会乱舞一下还是挺不错，挺不错的。你看，你先那什么移掉一下，哎，决斗都扔了，你不至于吧？决斗为啥扔呢？对，这不孙策吗？特别厉害啊！他可能没有杀吧？有杀呀、啊？有杀？为啥扔决斗都没看懂？好奇怪啊！刘备到底是个谁啊？要不要亮个将？无中生有。
稳一轮大胜。不是，他决斗士能摸一张牌的呀，不影响他丢牌的数量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蝉鸣宴扔了吗？让你再决斗啊？这位选手戏怎么那么多呢？还跟我交流？开始杀孙策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这要开乱舞了，朋友，这要开乱舞了。这有张南蛮入侵真的很有戏。那不是在乱舞吗？而且你又他有给有给那个郭嘉杀吧？这郭嘉没有杀，太惨了吧这些。刘备没有杀吗？他不给郭嘉，都就是没有杀。鲁肃怎么办？鲁肃在想要不要喝酒，还是杀一刀？我觉得可以杀一刀孙尚香。他决定喝酒，但是我觉得杀一刀孙尚香好一点，寒冰一下，能不能寒冰中？寒冰中把他点一马给扔掉。啊，刘备果然是没有杀。哇，这边盟军好缺杀呀，难过。那贾诩，我看贾诩借刀杀人，那就杀孙策呗。现在看起来杀鲁肃可能杀不死。孙策有傻，哎，哦，勒住孙尚香，但是没啥用。孙尚香，哎，但是不接应也好吧。对啊。但是你说鲁肃要能动的话，哇，没有国无懈厉害了。但是有逃，没啥特别大用。但是郭嘉还有可以杀一刀吗？郭嘉有没有杀都不一定，郭嘉可能没有杀，郭嘉有勒，哦，勒二张不错啊。这个勒不错的。但是二张其实没有那么大用，人家可以耗尸的。你看这个周瑜扔牌给二张，二张扔牌给孙策，孙策再扔牌给二张，一堆人来回的扔牌。哇，有无懈了，但是好像是反无懈吧？反无懈吧，你这判出来哦，天过了，怎么办呢？这肯定不耗尸啊。把郭嘉牌一换，然后再给孙尚香随便贴一贴，对不对？你要耗尸，我真的觉得你这个水平太扯了。啊，真耗尸，我就是不应该耗尸。郭嘉手上是什么牌，请问？这能牌这能换孙尚香为什么不换？这他可能想给点红杀或者闪之类的吧，有地放矢的给牌。看一下，你先贴啊，这里头。当然，自己这笔先换也没啥问题。贴牌贴牌，我觉得还是应该换那个孙尚香好一点。自己装刀杀贾诩也可以吧，不贴也是一个想法。但我觉得郭嘉那可能有桃子，他可能希望的是给孙策足够多的杀或者酒，让孙策把那个贾诩给打死，保证贾诩死掉。嗯，那也不能换，还是换。换了孙尚香的牌。哎呀，孙尚香的牌真的没有郭嘉的牌好吗？这是个问题啊！哎，那个官府了，开始。这个没，果然是没有逃。哎，换的不错。那这下应该赢了。六六六六六，这能打死就很厉害了。官师府天下第一啊！刘备这个打谁呢？那打鲁肃吗？还是打孙策呢？很尴尬呀。孙权躺赢，对啊，所以说孙权死的早。我特别想太桃园，我还特别想念赵忠祥呢。这该打谁？请问，打鲁肃吧，要不然，毕竟郭嘉打不到孙策。不是那个桃园是没法开啊，这个给吴国回血你们还玩什么玩啊？就不能给吴国回血的，就吴国随便回点血你就不用玩了。有的朋友说杀郭嘉是个好想法，杀郭嘉的话可以刷三张牌，对吧？嗯，这明显杀不死啊，然后就过了，那不就看对方表演了吗？吴国 show time。没有了，
都不结缨鲁肃了？哇，这么膨胀的，都结缨孙策不结缨鲁肃的，现在都是。哎呦，哇，玩的好膨胀这确啊，实这有帮点人！膨胀。出鱼排多，他给二人人排嘛，不反间很正常，我觉得。你看这是反间的，他就不能给二人人排了，对不对？他给二人人排，二张人多过一张，我觉得没啥奇怪的。明的两闪的郭嘉再多一张什么其他的输出，或者拆到另外一个闪，不就会打死了吗？哎，我觉得也不一定，就你说不好到底杀那边好还是杀郭嘉好。因为你杀过来也很难有什么巨大的收益。这位选手是真能互动啊！互动啊！这打游戏这么轻松的吗？是？他想给孙策炸，然后二张他继续过牌，他觉得队友血都不重要，不需要回血，过牌就行了。他应该是这么想的，我感受到你的想法了，朋友。他是这么想的，给孙策回血，给黄盖回血，黄盖炸响给二郎扔牌，然后扔的牌再贴给他，最终的想法就是自己多赚点装备。我终于明白他的想法了。扔了两个桃，哎，这个我就感觉随便打，是我一定要趁天过了，也没什么用。刘备刷回家吧，刷回家还能吸血呢，对不对？给两人排郭嘉，然后杀一刀郭嘉，郭嘉吸血多好啊！郭嘉看要不要刚烈，刚烈可以再摸一张。郭嘉肯定要刚烈，郭嘉为什么不刚烈？你看郭嘉刚不刚烈？还是给怪是扔的是吗？给他？这为啥要给他呢？你要给一张就好了呀。没用吧？可能是有 A 吧。真的是给挂一针的。谁知啥时候去趟老后背，没找我呀也。哎，冠人斧，那给他其实没有什么用，有两个桃子，给他的份我就给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打呢？血头有没有用啊？人家有逃啊！啊，上回合外排都才不会死啊！我感觉他是在教我俩玩。对，打了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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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牛逼！你赢了，你牛逼！你倒是晋级啊！你倒是胜率47%啊！他说不定胜，这个别嘲讽，这上面的人还真有可能47%。对不起，反正我48%。你要搞清楚，这上面的人胜率是有可能比你高的。反正我48.5%。你嘲讽观众，你可以嘲讽；嘲讽这上面的人，你不一定嘲讽得了。带走我和刘备吧。哦，是一个火杀，但是没啥用啊。还能救，还能救，没有一息，还能救，那还要逃。嘉宾叫做晨晨。你打不死周瑜真的没有用，刷的胜率吧有什么用？真不是刷的有什么用？你有胜率就可以报名这个比赛，报名这个比赛就有机会夺冠，夺冠就有挺多钱的。而且为什么老觉得别人是刷的呢？看见别人高就觉得是刷的，就相当于你看见结阴吗？就仿佛都不结阴的，你这过分了点吧？你这教教我呗。这为啥不结阴？忘记结阴了。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原因？你知道吗？我都不敢吐槽他。这会不是朋友，跟你说刷的是你。如果看见别人胜率高，就觉得刷的，就感觉是看见别人，感觉别人有钱，就觉得肯定不是好来的。这个心态是一样的，不要这种心态，不好。心态还是健康一点。对，不要看人家赢了就觉得有剧本。
怀疑再打积分赛，什么叫积分赛啊？哦，对，怀疑再打那个那叫什么来着？国战自定义赛，给队友结因，队友不就加分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那模式听起来挺有意思的，真墨迹。42已经是很高胜率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胜率47，旁边这位姐说的那个48点五五点五。当然我可能打的少，对吧？1000多局47，我打10000多局的胜率是46。我就是因为打的少，我打的多的话胜率肯定是没一会儿说是高的。算了，想怎么不给白银给宝盖、昨天碰见一个三国什么猎人70多，肯定大概率是刷的嘛。这是43局有三国杀吗？都一样，反正版本都差不多。记得睡觉。队友是很不信任他呀、这个打字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没啥、怎么了？这打字咋？他说记得睡觉，这个没有啥呀、自从没开直播，对呀、你不再死是那个按着死的火数了，我一直是那个胜率46的火数啊。你认识的火数是哪个火数啊？这是通牌。你认识的是贴，你认识的是贴吧那个火数吧？终于结束了，再次4人大过瘾了，恭喜吴国。